欢迎收看股奇来点名。那今天整个大盘呢，开红盘直接跳空大涨500点哈。那今天收盘呢，去559点。那今天大涨呢，开高以后直接在高档震荡。那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呢是轧空台指。那这里我说呢，轧空头跟轧空手，对不对？那尤其是台指，台指今天涨了524点，1.200的话呢，你春节之前放空的就大概10万，那大概这里一轧空呢，应该要补钱，那一补钱红包就没了，那或者呢直接平仓嘛。那第二个呢轧空手，那轧空手很多投资人没有抱股过年。那开盘一大涨呢，急着要买，对不对？这个叫轧空手。那这两个都要注意哈。那第一个呢，空单你就回补嘛。那第二个呢，空手的不要去乱买哦，你要务必谨慎的出手哈。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谈。那我们一直续报报牢的高端，它今天又出现涨停了，第四只涨停，那连涨6天，那总共呢？60% 哈，那这一档股票呢，就如同我标题所写的，低档布局，晚上呢你就有机会赚到波段利润。那今天来讲呢，大盘去500几点哈，那我们今天呢持股续报，我们今天也没有进场，那因为涨太多了。那明后天我们会找股去换股操作，或者做加码的动作哈。那大盘在这个地方呢，为什么持续看好？那第一个呢，资金行情没有改变嘛，台币还是升值。那今天大涨的原因是全球股市在我们休假一个礼拜之内呢，全部大起嘛。所以今天这个盘不是台湾的起，是全世界拢在起嘛。那因为全世界在涨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才跳空嘛。这叫补涨啊，把这几天这一个礼拜全世界咧去的，咱无去到，咱放假嘛，补上来嘛。所以这个行情呢，资金行情是全世界同步的。那目前来讲，你要去注意哈，今天大盘往上走了以后，这个缺口是跳空了嘛，它是不是创新高？创新高量有出来哦，所以是一个怎么样？多头走势，对不对？那这里呢，上一波的高点加上这个缺口，这里就被人支撑嘛。那这个地方很多投资人这一段哈，我常讲资金行情不变，每一次拉回，每一次整理，投资人都犹豫不决，又上去了嘛。那我一直跟大家谈什么？资金行情多头呢，只看支撑，不看压力嘛。那不看压力情况之下呢？一拉回，支撑到了，支撑到了，你逢低买，拉回买，上去就是坐轿嘛。就如同这个地方，大家记不记得这里拉回？1月底啊，大家忙着过年啦、啊。那要想说呢，连续去2个月嘛，不敢买。那我一直谈到专注当下，对不对？当时我跟大家谈什么？话说这一档股票嘛，整理多久？半年呢、啊？那这半年呢，大盘一路在往上走嘛。我说机会一直都在，对不对？不是所有股票在这一段弄得大起嘛。那这一档股票同形成一个底部架构，很漂亮的头肩底啊。MACD 也刚转强。逢低买嘛，那后来是不是上去了？这2月5号封关嘛，那今天呢，它是持续涨停，从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在哪里？这里是起涨嘛，2月1号起涨，对不对？这个位置，这一个位置。它就是这一个位置嘛，
所以这里拉回有几天？有在一个礼拜有五天可以逢低买进嘛？2月1号起涨啊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封关嘛？那今天又涨停啦、啊，那这样有没有六成？那是不是一个头肩底架构？有没有追价？第一个你要去了解嘛，有没有追价？没有嘛。那第二个呢，是赚波段。那谁在买？法人在买嘛。那今天呢，它是出现涨停。第四期啊，一月底这里呢，有几天？有五天的时间可以买嘛？那我们平均成本在哪里？大概102到108嘛。那今天呢？163。那这样子有没有六成？而且是立即的、哦，所以我说专注当下嘛。那谁在买？我们看这一张啊。法人在买嘛，那是如同我标题写的，我只会带会员逢低买进，我会想尽办法怎么样让法人来抬轿，让会员来坐轿，那会员坐轿，法人抬轿，对不对？那你买进的成本是不是跟法人同步？那这样是会会的价值。到现在还抱牢啊，四只涨停啊。那因为今天呢大盘往上急涨，那这一档股票呢你要注意哈，它呈现量缩，那量缩代表什么？代表筹码锁单嘛，代表前面这里大量买进的法人他并没有卖，并没有卖又代表什么？前面这里法人买了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代表还有高点嘛？那所以这一档股票呢，我们跟法人同步，成本一样，那我们也跟他一样续报，那可能不止赚六成。那重点是该买进的机会，如果你错过的话呢，在网上我们不建议去做追加的动作哈，我们只是跟大家谈。你要专注当下，好，一档一档去操作。我们回到大盘，那大盘在这个地方，又回到之前的问题嘛？资金行情，专注当下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看这里涨一段，那很多股票在这一段一波 key 嘛，所以我说机会，机会一直都在。那在5G，在半导体。那也在什么？也在生技股、高端疫苗嘛。那在这个地方，这最近的例子，最近的例子，在这个地方它就产生六成嘛。那这里跳空上去了，明确了多头，对不对？这个缺口量也出来了嘛。所以你是探钱，还是撩钱，还是空手嘛？那如果空手的呢？那我说你要注意啊。如果你空手的，因为你没有爆股过年，对不对？或者放空台指的，不要去乱追啊！你要谨慎出手，再找一下类似这样的股票，一档一档去操作嘛。那现阶段来讲呢，你要注意哈。那我秉持的原则，对会员的原则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不带会员追价，我不帮别人抬轿，我只会想尽办法让会员坐轿。找法人喜欢的股票，找本益比偏低的股票，找还没有大涨的股票，那你法人跟你的成本一样的话，你就有机会赚到大波段的利润。那譬如说像高端疫苗，或譬如说像这种股票，等于说要 key， 等于说经理是要挂单嘛。那像主底的股票是法人喜欢的股票 ，MACD 也刚转强，这是最后洗盘。那我希望你错过机会的，把握机会跟着我做。我们休息一下。
投顾吴老师扭转乾坤，红包大放送，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，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，查询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陈投顾吴老师扭转乾坤，红包大放送，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，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，查询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那大盘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一看今天新春开红盘呢，头条又出来了。台线订单呢，这没有问题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问题在哪里？塞爆了，赶工啊！所以呢，它 EPS 会不会成长？那不止台积电呢？包括车用晶片的，不止高阶的，包括低阶的晶圆代工，全部都在赶工嘛。所以有人说这里是泡沫行情，所谓泡沫呢，是本益比偏高，是没有赚钱，是炒地皮或炒股票。但是这个真正有业绩啊。那另外呢，还有这个标题，这个可能比较少人注意哈，政府基金呢要买股票了，1700亿。那你将来是要帮法人抬轿，还是让法人来帮你抬轿？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谈，不止政府基金啦，你包括寿险的资金也要进来啦。那很多寿险资金本来放在海外的，那台币一路升值，美金一路贬值。那些寿险资金受不了啊，他钱不汇回台湾，他会吃掉所有的盈利嘛，所以寿险资金呢，他也会进来。那活期存款，国内散户的活期存款 N1B N2 全部都在往上走，钱在烧嘛，钱在烧啊，不止政府基金，包括散户，包括寿险资金，包括银行的资金，钱都在烧嘛，钱滚钱啊，你有没有滚到钱？人咧赚钱，你有赚钱无？简单讲就是这一句话嘛。你要让政府基金帮你抬轿，还是你未来要帮他们抬轿？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事情。可是很奇怪，台积电、联电、世界先进每次一跌，投资人又怀疑了，又不敢买了，那一涨上去他又会想追了。上一次跟大家谈台积电是在什么时候？是在这里啊，整理了将近一个月，叫哪只？叫国霸一了，给他哪只？今天663嘛。那你会发现成长股它的特色是什么？底部垫高嘛，你就整理的时候买，拉回的时候买，往上不要追嘛。但它一两个月总有拉回的机会，那拉回你又犹豫不决，涨上去你要去追。那有些投资人，台积电很巧，刚好买在这个地方，还好今天解套了，不然像这种股票，像台积电这种股票，操作到会赔钱。邱西兰哈，这种成长的股票一路往上走，那不止台积电嘛，那你看联电，
今天来到57块啊。去年三月在哪里？13块。去年的三月我没有讲错哦，13块。今年的二月来到57块，那13跟57差多少？一张差四万几块嘛，那等于一张呢，可以换接近4张了，3张多嘛。等本来一张每一个人的财产是假设130万，现在人变576万嘛，啊你搁伫130万，所以讲这是钱滚钱嘛。那每一次投资人最喜欢问的就是联电，联电能不能买？现在可不可以买？那回答的还是那一句话嘛，跟刚刚台积电一样嘛，涨的时候我不建议去追，当然也可能赚钱，但是拉回整理都可以买嘛，拉回整理都可以买嘛，机会一直都在，又上去了嘛，那会不会创新高？我认为会创新高啊。那类似这一类的股票，联电、台积电，不管是高价或者比较中价位，50几块，你说台积电太贵你买不起，那这个应该买得起嘛。那或者中价位的世界先进，那世界先进之前在这里，凤冠之前在这个地方，我也跟大家提醒嘛，我跟大家提醒什么？它现金殖利率只有多少？ 3% 嘛。世界先进这一档股票呢，公司蛮老实的齁，他提早呢把去年的获利算出来，同时提早告诉你他今年要配息多少。所以我是在这个地方我就跟大家谈什么世界先进嘛，他去年 EPS 3.85，那他预估今年配 3.5， 几乎拿出来配息了，表示他很有把握怎么样，不需要存现金嘛。那 3.5 依照当时的股价算起来呢，现金殖利率当时118嘛，这样子多少？ 3% 啊，全世界零利率负利率，你还有 3% 的股息可以拿，而且怎么样，股价还在涨，晶片还在缺，车用晶片呢是世界先进呢占营收最多的齁。说法人喜欢什么？低本益比有利息的，同时又是成长股嘛。那当时呢世界先进它是一路涨，从这里到这里啊，这里到这里也一样嘛。好的股票逢低买拉回买，但涨上去了要不要追？不要追嘛。那我讲的道理都是一样，那不管是联电、世界先进或者台积电都一样，或者高端疫苗或者其他的一些 IC 设计公司，把握原则，做专注当下。那现在当下呢，大盘在这里做整理，那有没有股票可以买？有没有股票在这几个月没有涨的？你要去注意那一些股票，那一些成长股，就跟当初在这个地方我们买进高端一样嘛，60%啊，多久？没有多久哦，几个营业日，不到10个营业日嘛。那这里往上走，对不对？那我要跟大家谈，多头架构没有改变，问题是你能不能买到赚钱的股票？我们休息一下。陈投顾吴老师扭转乾坤，红包大放送！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，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。传真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
法人顾问吴老师，张公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 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。这是一期嘛，你至少要抓一条啊，机会一直都在嘛。到时候今天呢，轧空手跟轧空头嘛，那尤其是台子期，那台子期呢，封关日我跟大家谈什么？我说这里是双八盘嘛，法人在做空，你做多。扒下来，对不对？法人翻多了，你进场做空又扒上去嘛。那这里是结算日，封关日，对不对？那今天结算呢？500多点，500多点一口呢，就超过10万嘛。那你如果算，这里呢1000点上去又1000多点，来回2000多点嘛，你怎么赢？那如果你看不懂，很多投资人都看不懂筹码乱做。我们来看一下台指今天结算哈，我们简单看一下，它从1月20到2月17，这叫双八盘嘛，多空线一路往下，那这个转折一路往上到今天结算嘛。我们再做一个对照，最重要的是哪里？是这两天嘛，这是1月29号跟2月1号嘛。这一尾礼告嘛，转折出现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尾切阴嘛，上来了嘛，这两天就这两天嘛，那你看多空线往上走了，二月台子从这里开始扒下来，又扒上去，今天收盘嘛。所以我说轧空台子啊，今天去580点嘛。你要看得懂这一些，然后今天未来要怎么做？三月台子开始了，它今天涨这么多，对不对？那多空线一样在这个地方嘛。明天这里在支撑，那往上呢，它会慢慢震荡，震荡偏多，对不对？那往上呢，尽量不要去做追加的动作，拉回买可能胜算会比较大一点。那同时注意一下国际股市。它的一个走势哈，那现阶段来讲呢，台指跟大盘，它跟国际股市呢都是同步的。那大盘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刚刚谈到 IC 设计股，那我们也之前跟大家谈到微风，微风电子呢，今天嘛去10块，那你有没有注意，它这里主底，我一直说主底向上，对不对？一个底，两个底，三个底，那重点是借了38。这样的突破就会转强哦。KD 在这里也形成一个交叉哦。那这档股票呢，我一直建议会员，也建议投资人逢低买，但我没有建议你去追价，你也不需要帮我抬轿，你只要注意有拉回，那或者过颈线的话呢，它就会转强。那另外电动车茂联也是一样，今天也去10块嘛。那这里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什么，一个头肩底的架构啊，我最喜欢买这种类型的股票，成长股，低档买，那这样往上呢，它是又是一个做轿的动作。那我们简单看一下，茂联，它是一个头肩底，这在里为底嘛，接收在底的，底加嘛，是不是在这里？再看一遍哦，是二月这个地方嘛，是不是这里？那是一个头肩底，那这样是坐轿，那跟着我做呢就轻轻松松的，我只会带你在低档买进，让法人来抬轿。啊，大家在讲电动车，
啊，公告脆配将转坡，那你是追价的还是逢低买的？就跟 IC 设计股一样嘛，包括呢，像艾普、像微风，艾普也是这样啊，底部这样往上走，对不对？包括之前的 Mini LED 都往上走嘛，那一档一档去操作，那你要去注意哈，你像联阳七十几块，松汉七十几块，那这两档有什么特色？它 EPS 六块，七十几块，代表什么？本益比呢只有10到15，那类似这样的股票呢，像这一档股票 ，EPS 也是大于六块，也是一样60块附近嘛。那这两档呢，同60块，我们一路讲涨到70几块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档呢，会不会有机会往上走？机会相当大嘛，华人已经在布局了。那我要跟大家谈的重点是，满天金条，至少要抓一条。同时你要去注意，你要去注意，不要帮别人抬轿，要专注当下，不要大盘涨500多点去乱买，你要找一些股票呢逢低去买进，像联阳、像松汉、像这一档股票一样，你要坐轿，你要坐轿，不要帮别人抬轿，包括高端疫苗也是一样。谢谢大家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阿明每天要讲很多同样的话，真的大杯冰块呢？啊，正常冰吗？谢大义，你会遇到许多怪咖。百香冬瓜好了，喝之前帮我摇一下。到了下班前，总是累昏了。我要两杯帕兹董事股六秘密茶，甜度、全糖。你看我多甜，无糖。歇火呀！少糖，全糖。你累了吗？精力充沛，宝利达蛮牛。陈头部吴老师扭转乾坤，红包大放送！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，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。查询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